去用喺神命嘅念头，而要发要成为，对万道师兄都害，也帮人间对无水狗都无潮，也都是开心的人出面，落去到落色的去，佢哋留下来老公五粒钱呀，喺海洋最长嘅人文地图。你怎对应都好啊？你别那对，啊那真多你就爱藏落去啊，那拖家乡你就对出去啊。老人家就会讲说，这种鱼啊，就他只要往下那边走，你就不要去追了。或许有时候他有灵来。面对海洋自然会切脱的根本念，老古的海洋伦理可能是永续太海唯一的一条路。每一次清很多垃圾起来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但是其实另外一面觉得很悲伤啊，为什么海底有这么多垃圾？海洋保育行动的创伤已经响起，专家东东在山望潜出积极的方法，只管落神来做的信仰，变做海都最强的地头，也是一个有关海洋恢复希望的故事。一套台湾海洋人文地图。海用少量的乌潮彰显自家对岛的爱。乌潮流过台湾东片，在东南方的风头多，海洋上本也多，贵片的珊瑚礁。珊瑚礁代表着丰富的五叶子叶，也是海洋本风头多的礼物。多方的声音呢，是说就好米水钓鱼的，今年的生活和海洋分不开。但我后生的哈曼马恩奈，他讲人就很见阿奈。几千年前，伊同土窑的做伴，带点本养之鱼转到风头多来生活。这边现在的状况是浪势比较大一点嘛，那。像我们开始要去打鱼的时候，我们会先找一个壕沟。那找那个壕沟是因为让我们比较安全啦，因为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好游。那像这个浪花比较大的地方，可能下去可能比较危险，所以呢，我们就都会选择在一个比较我们看得到、比较没有那个出浪的地方。对，我们就开始从那边开始下来。在这边，每一个男人都必须要会做的，就是除了会打鱼，又用鱼枪打鱼，再来就是钓鱼之类的，那划平板就去钓鱼，对，然后再来就是网鱼，对，那网鱼的话，可能就是以比较居多的人会去参与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些技能的话，可能人家会有点会数落你。啲风头多传统嘅文化度，种嘅系南美人日常嘅主要条路。种嘅技术好快，咪就接天嘅南美人沙飞 TV 嘅国代。只要是男人，如果你常去抓鱼，你捕的鱼获量，如果很多的话，当然这边的人都会讲说，哇，那个人好厉害，很会打鱼，会抓鱼的男人就是比较可靠。对对对，然后去山上也会去帮那个他的太太啊去开垦之类的，对，可能你周围的那边邻居有没有，他们就会想说想把那个女儿会嫁给他这样子，对，反正很努力的人都比较会有机会。对农业的赏识归到故乡，山盟的阿奶亲身去的民宿。依靠中医风调多的神法，一片海当伊一放虫，就走得看到太海。像台北，几乎你只要出去那种，就可能会花很多钱。来兰屿这一边，就是我们可能去种地瓜，然后种一些菜啦之类的。像我们要吃的鱼啊，我就还可以去钓鱼啊、射鱼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会弥补到你，并不需要。用那么多钱的这种方法，所以
我觉得在住在兰屿这一边，我觉得还蛮舒服了，就是蛮很幸福。好，注意安全。好。安布条系贪污两年送战场的时间，中午的金钱，面对暗洞洞的太海，伊哩只有杀当狗祈祷。祈求上帝老主人的保护，还卡冲去准备老海用对发金钱的旁条。讲到阿门，吉安埔老海的交流就会开始诶。大概风头到南明夜，差不多都冻歪水，都见还是用老古的方式种诶，一条圆溪米水用黄琼诶来杀鱼诶。老吉兴唔算种嘅来比，风头当然空树一派，除脱种嘅，还传下来一份老海洋上帝上下嘅情感。条从人嘅互通下，阿奶老太婆出现，非常熟悉也得海域，汉地唔全，阿不条古天水天那只龙嘅。今年底用嘅跳一百戏，咪都喊卡层，咪都喊卡久。元气米水天在地海度见破上来，米下起来跳起，非常实力。做动物的血上米，动物上来海度行卡太粒石渣，听讲人不用长寿的老五龙投的后背，丧尸这家变做太鱼的攻击的对象。那晚上我在打鱼，其实上也没有用什么很高招的那个技术。因为晚上的是算是较笨，因为我们有灯光，那灯光我们照得到它的时候，那个鱼就大概有时候会比较缓慢。那再来就是，它或许可能也看不到我们，也或许可能它已经逆光了，这样，所以变成晚上打鱼是比较好。对，你看得到什么，它却看不到你。对，所以晚上打鱼是比你白天还要不用那么费力，对，比较轻松啊。尤其晚上我们打鱼的时候，我们都慢慢游，慢慢游，慢慢游，对，直到你看到什么你喜欢打的鱼，你就去打。其实我应该算是小儿科的啊，不是特别厉害的啦，但是我可以，我看得到的我就打。但是我也不会很过分啦，不会说乱射。有些老人家都会说，哦，你要去找另外一个朋友，你的朋友还是另外一个人，去一起去打鱼，这样他比较会放心你去打鱼，就是怕说你有时候我们带有一些网带啦，什么东西啦，可能扣到胶原你打不出来。但最起码还有一个人可以看得到的。按照年来，人类种鱼摕草果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半条道，伊是祖林传下来，老海洋互通的文化，挖巴，点到用小的海洋的资源，因为今年底。你讲种的做到太超过，结果就会永久种不动的。事实上，每个家庭都比较不喜欢孩子有那个鱼枪，因为它的危险性特别严重。打鱼的时候，如果你常常去打，打了很多鱼，每个人的那个心就会变贪了。有时候，如果你射到。蛮大只的鱼，如果那些都勾了之后，就突然间从你的鱼枪那边掉了之后，很可惜。但如果这个鱼有时候一直往下的时候，就往深的地方的时候，老人家就会讲说，这种鱼哦，就它只要往下那边走，你就不要去追了。或许有时候它有灵了，它会去挡住你的视线，然后。感觉会没有光，你就找不到那个你刚进去的那个洞里面。黑屋出落在今年新，
给条毛做到树都含卡沉起的鱼，迄个老祖鱼的眼对过去，也条要海鱼的鱼的传说，其实迄味道提上后背的大鱼的世界，绝对的生意，无一味提贪心，啥无提性命。太空人含卡用五种的分类方式来保护海洋，南面鱼单单是较恶的鱼的。从石板几条到鱼，鱼人迄卡无小米，又只卡油，从沿高鱼、泡沫鱼一条，生意你咪做得实。一般我们下去打鱼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有时候啦，都会先打女人鱼，对啊，女人鱼。你先打女人鱼是因为是，如果你专打男人鱼，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你的妻儿啊，就是你老婆可能就没有鱼可以吃啊，对，有时候也没有鱼给你的就爸爸妈妈这样子，就拿去给我老爸，对，昨天晚上打的。kawat mak nu kama pang do ji mau lu dang de mei ge ren de zhi dao shuo zhen yao zuo huan bao bu hui luan da yi xie xiao xiao de yu de zhi bu yao de yu zhi lei de dui dan yi ng zhong mo zao dao te qiao ge si ye mei bo liu de hui yong wo zhong de dou yong xin dou yin ye tian ge hiao tai ga zhang zuo de zuo san fu jiao wu lui gen bu ye阿奶老动情铺路的几个朋友，恐吓做海带鱼。这个地方是我们部落传统的那个捕鱼的地方，对。啊，这个地方哦，是有它有一个断层，断层这个是鱼类通常会往这个地方下去追赶的话，它都一定是往那个地方，它是固定的，这是老人家传给我们的。讲起种鱼，唔懂讲也是从。老海洋的浪漫无非，在土豪的礁石之间中央，围出舞台，也从长长的海洋作息就会开始的。从银米落海带。老五用扁笋固定在三副脚档，从后墙面舞台。今年排列的用命做中心向外出开，当等长长的舞步。就会有些什么盘，不完全像一面内。像一面多的鱼的含铅细铁，伊能爱用松树老鱼的狠狠刻的，用到顺当，也系用像的固定黑三八八的鱼。今年精准选定带上船的当面鱼的，今年底做唔得一百袋太多，希望两百海洋就唔会过分养今年。哦，好。钓鱼全部赶到那个网子上面的时候，因为有些鱼不可能是全部都会网得到，它还是有些会跑得掉，对。然后大家都会选择啊比较好的鱼，比较大只的鱼，我先开始去抓，对，把它抓起来，对，然后才会去抓那个比较小的。顺从老家下做到的鱼的排中鱼生，放水母来食，天神带来的神节，行较甘甜。
沾到这个海水里面。哦，下臭了。它里面有那个饮料啊，矿泉水。以前的渔业，以现在的话，就现在是那个差距太多了了。对，就尤其是在这十年当中，哎，奇怪，以前的那些鱼怎么突然间少了很多，然后突然间也不见了。蓝鱼人对于我自己观点是，鱼在蓝鱼是不会缺的了。对，但是或许以后。我们需要捕的那些鱼，可能以后也有可能也会慢慢的消失，或者是慢慢越来越小，就是也不好捕，因为有了观光之后了，大家就是要努力赚钱啊，有抓到鱼会拿去卖这样，对，所以这边的鱼以后了，我觉得也。很可惜，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维护它了。海浪打电替我做海上营业税的背囊，将去接受到替我创业捧杀海洋的形象。被代表的纪念老海洋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动情的情感，天天秋天的脚步，东北季风来到的风条多。这是九月就秋天了嘛。所以这时间就比较可能浪比较浑浊啦，然后就像现在这样比较浑浊，然后浪大了，大家已经不敢下去了，比较危险了。是，所以在这几个月一直到冬天这个时间，就会可能是让鱼类就是休息嘛。第一年春天冰五季期间创作的作品，安尼三浦只有五类，就有三只季节做得休养生息，传统规矩后背其实蕴含的保护生态的观念。在东北角有一户人家，每次家从搓出一种长长又温柔的舞步，老海洋轻舞。当年的四到六月，每就是春夏交接的时节，都好是摘沙发菜的季节。沙发菜是海藻一种，生得超简单，而意思有经验的海员依落水都去摘。摘上来的沙发菜，经过七到八百四枪洗澡过后。就做在家水煮变做沙发冻，有人都很甜。摘沙发菜是东北个海员推推相传自由的副业，佮着吃菜的地龙老龙之间来来去去，唔是用气力，像一滴用个老七家的跳戏，老海员来配合。海员今年老龙胸部的技巧。本专业的米水教练没认输。不过天天时态改变，无人上手了。其实九岁五五阿婆，十六岁开始摘沙发菜来打家风，伊的米水功夫无人教七甲妹的。伊是按当年的老经验，所以老龟身包得很黑，戴戴面镜就做得米老水。我咧参加要收，两只脚跳后壁，两只脚跳跳，啊头前然后一手抬手去，安就参加要收啊。我无创我家己啊。啊家己啊，咱袂晓收。嘿，我袂晓收。海员今年大约对七八岁开始，就为到大家放米落海，学习沙发菜的技术。一做七家做的苗面啦，一带就带了五六十年。海员老七家一生人献本海洋，体力老勇气都懂耐动。你怎对应都好啊？你别那对，啊那进入大海，你就爱藏落去啊。
啊，那拖家乡，你就对出去啊。那外口狗啊，那拖家乡就是，拖到水家乡就是外口硬正大来，你就爱翻头紧出来，无你就未走未回。中央综艺阿妹欢迎技能，都懂了解，欢迎欣赏的音乐多的。阿婆唔会留鬼从沙发吹绑走，会留钱留下来，问沙发吹做得继续上下去。初听安呢，欢迎未懂了解东北国海洋的亲戚。第一年之中，天天季节变化，咋个种类未冇强用？草甲草都九月七啊，变头菜变到十月啊，啊十月变紫菜变到十二月啊，安尼啊。正月迄群啊，啊二月班少，二月班少嘛是安尼啦，嘛真都要看天气正好，用正平，只干水较少无，水顶无啥落啦，水顶面拢全落，面拢全白，你知唔知？二月都面拢全白，你知？穿半衫，穿两三领哩，佫袂冻。你话几点去无？啊，两点无啦，今仔日做几多事？明仔载咧，明仔载上迄群啊。摘沙发菜时节，阿婆咪会笋沙盐海胆落咸的。哎呀，还稳，唔差钱啊！拍照我上镜就拄着，咱就等阿望，天乌乌就到，收袂赴。遐那是四五三四月啊，四五月啊，行西北雨，天乌西北，硬就落来，你收袂赴啊！还有阿个大米啊，阿大米，伊要熬会烂，你若熬一工两工会变青，你若就三四工去会烂去。讲到阿婆的辛苦，阿公最了解嘞。查甫人伫厝诶，查某人去万吨啊，万吨啊，阿当然万吨啊，那紧来斗壮壮诶啊，斗紧比比要大，就是安尼，翁仔某互相啦。无论啥拢共款啦，也无啥是安尼啊。阮即几个囡仔尔，阮只三个，遐有一个，我一个，少无啥爱啦。但即米少无啥人爱米啊，艰苦啦。晒干嘞，你晒干像晒咸菜嘞，嗰啲晒到要死啊，嗰啲，那无斗无暗，你知毋知？遐水拢无斗无暗，你知影无？唔食豆，唔食盐，咩食唔食食困唔食困，呢，我感觉呢。每个老海洋普通的岛落上市，东南上的岛，伊问沙发东后背，你执都使在高层的辛苦。不过对东北角的海洋来讲，你派唔但只系为了打家房，而系对一种想要老海洋讲法的心情来嘅。啊！伊蛮惯势啊！啊，咱加减咱也有当赚，就加减赚啊！啊，这个钱咱有在赚呢，可能啊，人去赚咱都爱用，哎，挡袂掉啊，就来好来去来去。啊，提出来用了，啊，咱上啊，咱就会啦，也无凊彩啊，也袂艰苦，袂啥，来加减赚一下，加减用嘛好啊，啊，就是安尼，咱海边人就是安尼。年纪太轻。已经无法吐再原按旧的气，不过很坚持。伫推流水较浅的时间，无水都潜水去去扎。七就差不多十一点外，十点外，十点外水都遐流啊啦。十一点啊，都听我流啊，下半听下半啦。我若说十一点、十点外，我就去搞七点嘛。搞完转起十二点外，要怎样怎样落一半了看？你再落一半，你用水大，石灰底就爱产水大啦。啊，石灰若长落，较免水啊大啦。石灰底里有水渣，挽袂着啊，挽袂起来。对阿婆顺风，看到也唔但抢去台湾做起五村，本应该面对生活的挑战，很卡展现出英雄多的神勇韧性。不过天地婚真也咪无特，那现实中的机构的出现，东北高人渐渐咪无特嘞，那海洋温柔对话的机会。
玉米开发和水土保持不好，东都三副酒本来啥的也是垃圾欠缺，初生白发严重的会死掉，三副酒就像是土地风的山那东都生物上的当风，这个速度破坏会连连初生海洋生态的失败。在台北这条路的陈贤祖教练，一到两日就搬着防寒衫，穿衣去寻爱海洋。哈哈，没事。你讲，是吧？对讲。1996年，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引进国外作为东东岩的珊瑚礁总体检，陈贤祖教练就是担任珊瑚礁体检的顾问。那在2009年哦，不小心在网络上哈、哦、看到哎、欸，台湾就是说有在办这珊瑚礁体检这活动，哎、欸，那当时因为有听过这名字，没有参加过，所以很好奇就参加第一次，好、哦，那当然参加以后觉得非常有意义。那2010年开始，大约一年我都会参加5-6场啊，好、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潜水员来说，能够对这个哎、欸、你喜欢的海洋哈、哦。做一个贡献的机会。杨毅参加珊瑚礁体检的盛宴，主要的就是小琉球海洋自贡队，也是一张彩体民宿、老公公业者组成的团队，目的是清理海底的垃圾。这几年所清理的垃圾，哈，清理上来的垃圾应该是将近有10吨以上的了。那后来这几年在清理的时候，有发现说，垃圾量已经越来越少了，那表示说，大家现在目前有一个，环保的一个共识，保育的共识，现在应该不会再，垃圾应该不会再往海里面丢。珊瑚礁体检采用全液性调查法，在水底下吸泡后，口服止痛液先接近全液性的味素，再指示布线液照氨酸的方向，用检查来出一条100公尺长、然后海水线并行的等层全液性。做所谓的布线工作，在水里要打个浮标，那让后面的人知道起点从哪里。然后为了固定浮标，我们准备一些绳索，因为在水里就是我们也尽量不要去破坏珊瑚所以尽量我们在那个陆地上就先预备好。那在水里只是把它绕上去就可以了，然后沿着这条皮尺的周围，做鱼类观察啦，然后做无脊椎的观察，或是做底池，都是以这条皮尺为基础。五类老毛两国动物调查员，为照国际同行的指标不中途干做调查，把老结果记录下来。这次调查员会填填全叶线达50公分浅下一百，还记录浅下一米所的带子，黑色珊瑚、圆珊瑚、石头，也是啥一条东西。在转来的时间，陈贤祖迄刚看到海底有垃圾，就会顺沙捞起清洁。刚开始其实是以好奇的心态去捡、哦、那后来呢？后来是参加了这个珊瑚礁体检之后，那了解到一些就是说垃圾对于海域、对于海中生物的影响，那才开始就是比较有系统的去清这个海底垃圾。最迷
科学指导员、台电职工、老纪录排档的书记苏业天哦，选出三副潜规律来了解海洋生态现况。那这几年来说的话，对不对？基本上台湾的海域感觉上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就是觉得一个热心的哦，关心的人增加很多。今日偏退化沙飞过后，东北角皮头角的海洋因为离上市较远，都会当当人民的垃圾。而改变没按改的事情，郑贤祖先切对自家开始来做。现在是做那个珊瑚礁体检，那个清垃圾，有能力的话再清，哦，有能力的话再清。那我有带那个洋葱袋来，哦，假如说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哈。那清下来，我们再做上来再做那个分类就好了。哇，辛苦了。垃圾还蛮多的啦，就是有的是人为飘下去的垃圾也有了，然后废弃渔网也蛮多的。哦，然后那个像这个，那个都很新啊，那个空瓶子，有的是哈，可能喝一喝丢下去的。我们当然会清这边也是哈，像那个废弃渔网很多，它覆盖在珊瑚礁上面，然后它就垃圾就会上去，然后珊瑚礁就没法行光合作用了，那很快死掉。他讲也得海边的垃圾众多，陈建祖发展出一种及时看盘的清除法。在评估自己的能力下，尽量来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衡量自己的能力，我们什么样垃圾可以把它清掉，可以带得起来。哦，第一个要衡量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先从几个重点的垃圾来清。第一个是塑胶类，因为塑胶类它不会烂，它被冲击之后它会变成那个碎粒啊，小粒子，那可能会被一些水中生物给吃进去。还有像那个塑胶袋，塑胶袋有时候会被那个海龟给误食啊，所以这类我们会先清起来。那接下来，假如我们看到电池类的啊，因为电池它会产生化学变化，会影响这个水质，所以电池我们一定也会把它清起来。那再来就是铅粒，这个是长久在水里的话，会让海水产生一些化学变化，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把它清掉的东西。为了更加友好清洁海岛的垃圾，陈贤祖老朋友发明出家中适用的加拉福。我们那个大部分在水里捡鱼钩类，大部分是用这个那个牛奶罐的。那牛奶罐是那个我们有一位志工叫豆干他发明的。因为我们捡到鱼钩像那个木虾汁会勾破衣服、勾破装备，那所以就是用这牛奶罐那大致上改良一下，就是有一个切口。那可以把东西放进去，然后这里面打几个洞，它才会漏水，哦，才不会就是说整个水那么重。然后里面我们把它放一个铅粒，捡到铅粒，它才不会说在水也不会这样翘起来，好翘起来。很迅速的把这个渔网割断啊，或是绳索割断。那这个的话，我们大致上就是会找就是有点锯齿，哦，然后就刀刃比较薄的刀子啊，哦。那再来就是剪刀。剪刀的话，我目前采用是就是说，那个医疗用的有一种叫做安全剪刀，那它尖端是圆的，所以比较不会刺伤到自己。然后再来是它有一个刀刃上面有一个防滑齿，你在剪这个绳索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滑掉。保特瓶有，保特瓶可以吧？那其他的就不要了。今日海洋的污染物多，一共有耐久性有机物同环境荷尔蒙，我哋随身通出物情况检查下去，还经过生物抗体作用，危害到大家。
好，我曾经在那边捡过，就是说也捡过钱币了哈，然后手机了哈，那也有捡过，iPhone 4S， 啊，所以琳琅满目了。那但是比较不好的就是说电池啊，哦，电池类很多，我们捡过很多干电池，我还没捡过汽车的电池，不小心掉下去也有啦，或者有人把它丢下去也有，整个那种大的电瓶哈，其实我们有捡过。每一次清很多垃圾起来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我清今天清了多重的垃圾，然后铅粒清了多重，渔网清了多少，大家都很有成就感。但是其实另外一面觉得很悲伤啊，很哀伤啊。为什么海底有这么多垃圾啊？哦，那这个地方就变成就是说我们持续的会去做，可能是持续会做的理由了。对陈贤祖来讲，在海底看到人挑食跌脱的垃圾。不以最通行呗，希望大家尽量不要乱丢东西啦，然后也希望就是潜水员哈，有机会有垃圾看到垃圾能把它清起来，哦，让人家知道就是说啊，比如说丢到海里看不见就没事这样子。2006年，陈贤祖的免俗当风成立四季清除海中垃圾潜水联盟，集天用新科技的力量。重建和海洋的关系，一只海洋志工团队代表等现代人重新看到海洋一几年，这一拜和海洋恋爱的浪漫故事。对各行工业来的成员，天气清脱海底垃圾和老强行的人做经验交流。其实，在我们志工里面有很多，就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其实蛮多的哈。然后就是说，应该都是对于海的一种，就是说喜好跟一种，就是说一种爱意在里面哈。其实很多就是说对这活动很热衷，那热衷到就是说，哎，哪里有垃圾我就要去清的这种就是志工其实很多了，已经变成他的一种趣味，一种怎样，一种投入的一种兴趣了。在志工的三万富育下，皮条讲海底的珊瑚有浅浅的皮肤的神奇。海洋决定上到长长的珊瑚，多彩的浪花，落丰富的鱼群，用设计的方式让人类温柔的工地进化。东北的海船是岛和海洋重新沟通的最好的所在，当到米水的、钓鱼的，也是观光的人，每天也潜进来和海洋的共鸣。除了天气清脱海底垃圾的志工之外，一群热情的教练和米水人客，每点点的为海洋保育付出心力。近半夜。米水教练王群杰老家的朋友，做这旁一个特别的任务。那个九孔池是在小香兰，它得天独厚是因为它前面也有流水，几条老高，有老高。也是一个私人飞特的西堡梧桐，因为有起起海水的流入，虽然梧桐长久无长的。不过大厦晒有夹白头的树丛型珊瑚上的地度，一条三五撮米数的珊瑚，晒米同祖上的重新整理，面临的死亡威胁。王群杰希望做得延续一条珊瑚的生命，佮拜托同祖本地的团队，在两年内晒着同度大约100条的珊瑚。也是从老师间上边任务，望见街祈求海洋，不及做得完成一项奇迹。佮老团队迷落水道，用布条强强的老珊瑚上顶的浮膜内向下靠下来，表演难的度。全部都是鹿角，好了 ，OK 了。鹿角长得非常漂亮，种下去的话，哇，不得了了。
比鹿茸还漂亮啊！戴上睡眠的衫裤，挺出夹夹钳定金色的脖子，以防水分模特。当然，同时间上表的唔但抢人呢，今年挺出夹夹都一次的米索，东北角的海笋就是最好的一次蔬菜。这边的地形呢，它是一条沙沟，然后礁岩，再一条沙沟，再一条礁岩这样子。这样对这个水流的流动呢，它的流动率也比较高一点哈。珊瑚呢就有这个新鲜的养分可以使用，啊，它们生存的几率会比较高。再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马澳湾这里是一个保护区，所有的人在这边都不准采东西上来。因为马澳湾的水质，老乡蓝色保护同较强。自贡今年接听老珊瑚运到福建国小后背的桥洞，前一集跌动的桥桥暂时冰一下，本身服从适应入味的环境，很等等专家搞几年进行移出。从九孔池带过来的珊瑚呢，聚集在这边。那因为篮子准备三个啊，也装满了。啊，等一下呢，我们潜水员们会从前面的出口啊出去，把这些珊瑚呢带到海底里面去，先暂时存放。前方50公尺左右就有一条沙沟在那边，他们现在先把这些珊瑚呢藏在那下面哈，然后来用种植的方式，这个珊瑚往上种哈，那希望能够长命百岁。经过的连连沙沙的现退化过后，得到海洋好村人渐渐的迁转来，让海洋交通的方式，今年又到刺痛来为海洋整理清淡垃圾，又到老对海洋来的讲送转海洋去。苏重庆三湖一次铁蛋糕是东北角的福建国小，一间国小有同海洋互通的传统，当年六月会举行一场东模庆用的毕业典礼。因为我们福建国小它是紧邻广大的太平洋，所以推动海洋教育一直是我们福建国小很重要的教育目标。毕业生要在五月份开始接受潜水和潜水训练。毕业典礼一日，今年天才潜600公尺，潜过马澳湾到后高后背的桥洞，才算是通过海洋的认证。我觉得这个浮潜课程哈，除了一种体能跟体力的锻炼，我觉得在教育意义上哈，是培养学生这种心性跟品格很重要的价值跟历程。让小朋友能够挑战自己，能够有勇气的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奋斗。亚提片的毕业典礼已经办了4年，除了秋公毛欧玩之外，毕业生还靠一米下去洗工厂拿到海洋办法的毕业证书。就算海的海笋，对亚钓生人的来讲，潮水并不是降下来就会的。此时，躺在海南的故事，也是有亲人因为海南离开几年，有的人开始动江水。在太阳的气体老保护下，生人的冷出算是这个第一步。海浪度今年延续海洋办法的毕业证书，在海洋剧烈的海浪度勇敢骑头弯起台风行上来。
还被水母遮到。被什么遮到？水母。传统留下来的海洋学问，为现代初生的海洋问题前出路。也一团海革命的毕业典礼，因而唔会打开新人的汉白讨海神法，可以潜进来团海洋的互通，莫过讲海洋的。台湾为了唔记得咧海洋伦理潜进来，苏醒人类的探险。这些生人呢，用毕业证书展开接近海洋体育的普跳的实践，也是实际行通了。三忙收藏了海洋的情感，大家正做得过转到了海洋向下涌出的路当中。